想要生活过得去，头顶不是不是，没事你都吃点驴。听说男人吃了这痛醒着，先给这西兰花给它掰成一朵一朵，掰好这西兰花给它掏干净，胡萝卜给它切成皮儿，蒜给它剁成末。先起水烧锅，水里涨点盐，再滴点塞拉油，滴这是外叫这西兰花更老。水冒泡给这西兰花胡萝卜给它滴到里头，戳它个9961秒给它捞出来。再起油烧锅，油热下蒜末，蒜末炒香了，这西兰花给它滴到里，大溜溜翻炒它几下，滴点生抽提提鲜，再烧来点蚝油，这蚝油往里一滴，这味儿嘣一下都出来了。盐鸡精调味，不浪两下，最后这水淀粉不溜油搁芡，不浪它五六七八十来下，没这不是都妥啊？你都说这美不美？美了你还也整啥？赶紧照着屏幕对一对。